大家好，今日来自梅园订车的买来做日头，算袂钱。首先山顶订来车的买，把水袋进入半凉井，然后水白就流起来打打，订水白倒入清水，留下一滚，水滚就倒入车的买落去杀，订溜溜溜过来，杀到车的买变色就好，车的买杀好就倒出来打掉个色泽，订下打倒入打打好个车的买。然后用牙溜水把车的尾擦擦嘴，车的尾大概擦有这嘴就倒入饼汤，我哩跟车的尾落两个饼汤，食西食法，甲咱喜欢落一撮如何？落饼汤猛火，看来溜，看来熬，猛火才袂对断，要记哩再溜，蒸发着个水蒸气，熬到有只听倒入过料火可以冷硬，这酸袂一个温西到西也是特别好食喏，这天时热袂汤时来透嘴，滋滑又开胃。人然后装满罐袋，挨住热气来吃，要谢谢大家关注点赞。